第一堂课是叫什么？中国古典舞。中国古典舞，哎，好酷哦！最后一堂课的我素颜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哦。对你的第一印象，我肯定看不出来你是台湾的了。啊，漂亮，我觉得你跳舞跳得很好看啊。谢谢。我觉得这个挺适合你的，你以后，我觉得古典舞特别适合你。古典舞。但是你得需要一个特别美的女老师去教你。我怕我教你太男人了。你看看你的组合就知道你的组合，你看你学的特别。我教的是中性化的吧，你跳组合，你看看你的视频里面，就跳的特别挺男人的，都是我教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得找一个女老师教你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拜拜。拜拜。